高天那一边，看听说有钱，东北机器很老，但你怕派。哎呦，我听你在放屁！对啊，这过年彩票你也讲的啦。这里的人就像是真的一家人，会为彼此开心，也会为彼此担忧。人情为师，顺条。身边没空，我这里找你啊。但他他都在不用啊。8月16日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用酒干嘛屌。